大家好，我是魔石，今天玩云梦游手游。我们昨天打了什么什么哇哦？大家先继续。这些系统其实我介绍差不多了吧，所以其实，我应该是不用多讲什么了。等一下，Breathe Three，所以你们现在干嘛呢？七天内可以做什么？那保障，明朗的超群，每日礼貌，你们可以挑战这个诶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我操，好屌哦！哇，宝宝天尊，怎么感觉没有人鸟我？这个存在，击败法宝天尊。我就想把坐骑讲完呢、欸。这边是那神兵，那、这边你可以继续升下去。然后这边你可以修炼一下，就升加他们的技能，然后做一个天赋的加点。那、奇怪，怎么点不起来？怎样？这为什么点不起来？What？哦，是点防御的。终于就可以平均升级一下他们的 level。好，做一个咒杀的动作。这边浅的部分的话，大概就是留60万。大概留个500万吧，哦，大概这样。那帮派的话呢，就是随时做一个加群，哦，非常好玩。那我们今天就带走法宝天尊，好不好？反正我们也知道了，他就是那么轻松啊。那这个就是击败法宝天尊。把它带走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启动新技能哦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全新的法宝。那这个法宝是千叶莲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挑战 BOSS 啊。建议大家可以去挑战比较烂的，就是为了这些任务啊，你挑战就废了。在这里做一个洗刷的动作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个就不要很快。好啦，今天就玩到这边，拜拜。